今年5岁，但是他却是个碗面高手哦。你都用什么绳子碗面？麻绳、草绳、跳绳，用跳绳。跳绳，你碗大下，跳绳也太粗了吧？下辈子。那如果你不小心把客人弄痛了，你会怎么样？吹一吹，然后呼一呼，是不是？啊，关上。你现在假装帮他呼一呼看看，呼一呼，中间叔叔。妹妹很不愿呢。你怎么在人家耳朵旁边吹气啊？他是敏感带，是不是？你相信他是个碗面高手吗？本周人不可貌相为您推出漂亮母女姐妹花。哎呦，这是不可能！哎呦，不可能！妈妈的嘴，妈妈你身材好好哦！哎呦，哎呦，哪个？哎呦，天哪，我辣辣辣！漂亮女儿会做出什么贴心的举动呢？妈妈太忙，但是宝贝女儿竟然会帮行动不便的奶奶洗澡啊！真的吗？对，好乖巧啊！这你讲，你讲我就感动了呢。第一次碰到啊，不敢了，然后打电话到公司叫我要回来。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把他奶奶弄得很干净。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不等妈妈回来？”他说。他说我太辛苦了，不要让我做。哎呀，他才18岁啊，这样很听话。娇娇已经哭了。哎呀，真的吗？眼泪流成。他在想妈妈，他想妈妈。啊，乖宝贝，没关系。他也是自己来台湾工作，才是真的很想念妈妈。想妈妈，对不对？漂亮的女儿最大的愿望会是什么呢？妈妈过去为男生吃了很多的苦，你想想看，怀胎10个月，然后最后才能生下来，在生的那一刹那。妈妈吃了多少苦头，他们这一路走来，妈妈一路上都让着他，所以他今天要利用在节目里面，他有一句话想要跟妈妈说，最想跟妈妈说的一句话，开始。就是妈，如果你有藏一些私房钱的话，帮我买一个 LV 的包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的身体健康吗？表情怎么那么……我跟你说，你会用这一种的，大的一种飞刀。哦哦，里面七。史上超残酷计划，敬请期待。Right, everybody, are you ready?今天有一团不得了的团来到这边，哎呦，这原来不是为了我们，太厉害了，这一团假的。好了，两位就走吧。像话吗？你们干什么？真的不是为了我们，勇敢一点，漂女生就知道。这一团不得了了，对，想想已经干掉修比杜华了。哦，早就了吧？扣你的头，你都不敢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Energy。大家好，我们是 Energy， 不得了，他们鱼都蛮少的，牛奶怎么没有来呀？没有乱讲，哎，牛奶他已经修炼成功了，对，哇，牛奶不要躲在袋子里啊，赶快出来啊！你们两个对人的团体不了解，乱讲，怎么样 ？Energy 有没有呢？包括所有的医院都贴上他们的海报，为什么？有，我经过都看到，哎呦，哇，连他们海报贴到这，后来看清楚不是啦 ，Emergency 是急诊室啦。对，你呸，就是被你这样诅咒，没事，小心啊，没事会让你赶快手赶快好起来，好吧，加油，好，成绩越来越好，好吧，再来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耶，好，第二位，一起欢迎我们骗子。丁文琪小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丁文琪。啊，不错，现在还在打歌吗？
还有，然后因为前一阵子在准备考学历测验，刚考完试，对，又要念书，然后又要这个啊，他们这个事业上面其实比较辛苦，不容易啊。当年面试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出道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辛苦啊。你呢？我是，你是啊？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出道。哦，对，所以太忙了，因此而高三休学了。休学的？对呀。你过来是休学是吧？对啊。你现在要不要以过来人的心情讲一下？就是觉得读书还是很重要。如果说你就算今天真的很忙休学了，你还是要自修，是啊，至少要念到某一个程度。对，你看宪哥，你看国小没毕业，现在还这么有成就，就是嘛。你讲那是王永庆，好不好？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大学没毕业啦，但是没有关系啊，加油啦，好不好？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不低啊，谁出身低啊？也对，也对，搞得我们好像从贫民区出来一样。哎呦，加油了，再来真正贫民区出道的朋友。赵志，大家好，欢迎嘉尔，大家好，哎呦，宪哥好，哎呦，陈哥好，陈哥好，这几年都不出唱片的，你那 rap 好好听啊。现在想要做就是帮人家制作的部分。之前那 Energy 第一张专辑，宪哥上我们有一首歌就是就你帮忙写的，真的真的，对，还记得吗 ？One time， One time， 哇，大家知不知道 ？One time 是他搞的，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怪他的搞搞啊，公哎，机关，这个很有才华的，对啊，是是是，预备 ，One two three go， 跟我一起，充满激动感情，这节奏让我有点。就像是跳蚤，让我跟你 get you down， get down， 时间带别老跑， shake it baby， 你的笑实在是太辣， oh my god， 一阵被动派夜晚，宪哥，这个太快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你看你搞砸了一切，他被真的你喊停，你就不喊，你是在看好戏？慢点，我太快是吧？宪哥胃肠不太好，宪哥，你五等麦哦。假如摸不对就直接讲了，就是。好了，没问题。那我们下次也要听听他们这个，再帮他们弄一下。他们其实还蛮有，很棒的，很棒，好好加油了哈。谢谢。但是再棒也无法抵挡潇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起来欢迎，大家一起大声叫大嫂啊！哎，人家总有一天会找到大哥嘛，你。但也不是你吧，宪哥，你不要说是我啊，你这没礼貌。不好意思，欢迎宪草啊！哎，不要，我帮你介绍，欢迎吴潇潇，结果会收信啊，100万好像汇进我户头里。欢迎潇潇小姐，大家好，我是潇潇。取名字就这样，他名字多好听啊，笑起来好甜哦。对啊，那是他的本名。你看他发型就知道有养过 Coca， 对不对？你最喜欢的 Coca？ 哎，怎么没有啦？哎，唱片卖得非常不错啊。真的吗？谢谢。大家很喜欢啊。啊，谢谢大家喜欢。好，来下一位，一起欢迎我们韩国的朋友，他们是哈密瓜赵之碧。大家好。厉害，很多没错，是胸腔腹腔，腹腔腹腔一下是胸腔，真的真的不累了。你其实可以代表台湾去参加，最会被误认为韩国人的台湾人。对啊，啊你是台湾人啊？对，他是啦。对啊，你问的太像千变了吧？这几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韩国的朋友。腹腔一下是膀胱，什么？腹腔一下是膀胱？对不对？你是有新书在要介绍一下？对，升格为作家了。新兴神奇很可爱的一本书哦，对，然后里面还有插图，然后还有附 CD， 买书送 CD 嘛。写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写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啊，创作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生活中的小细节，像我就是生活中点点滴滴把它记录起来。要好好加油啦，好不好？也继续唱片啊，继续给它做下去的，好不好？加油啦，我们给他们热情掌声。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这就是真的假不了。真的假不了，奇人异事大搜秘，猜猜看谁说的是假的？总共三位，一位是假的，两位是真的。第一位，哎呦，只有5岁而已，一起欢迎曹奇哟！欢迎曹奇。对呀，叽咕叽咕，你看好可爱，还用自己脸刷脸呢，好可爱哟。
对呀、啊，它有一个特殊功能，这个功能还能赚钱的哦。它可以靠什么赚钱 ？Energy 告诉我们。很特别的。我觉得它打扮蛮像那个制作标本的。哦，制作标本。哦，所以是拿望远镜，对不对？对，古墓奇兵罗拉，古墓奇兵。啊、哦，他拍广告的意思就对了。对错。给你们一点提示，它的这个赚钱的方式呢，会让人有点痛。会痛，而且跟中国传统有一点关联。按摩，脚底按摩。按摩。刚刚原本就想猜那个软骨功之类的。软骨功。软骨功是很有可能的。错，九级。你说让人有点痛啊？这可以当做一个职业。那该不会是接骨师吧？哦、那我考你一题好了，谁最不喜欢帮助穷人？谁最不喜欢帮助穷人？嗯、有钱人、啊、也不解救穷人。就是救急啦，张少博，因为救急不救穷。好而且他处理你的部分是比较容易的。你说脸吗？真是。我没有说瘦脸师，我没有说大小的问题。我知道，我知道，拿棒子敲骨头的那个。啊，是吗？对，那这么小整骨师，你敢让他整吗？敢啊。好，我告诉你们，他是一个碗面的师傅。想不到吧？真的吗？好，你叫什么名字？曹琪。曹琪啊，今年几岁？5岁。5岁啊，你都跟谁睡？妈妈、爸爸。爸爸妈妈一起睡啊？啊，这样爸爸妈妈就生不出弟弟来啦。你为什么会碗面呢？因为我跟妈妈学的。啊，妈妈教你的。啊，你几岁开始碗面？很久了。很久了。几年了？听说有2年了。你出生也不过5年的光景。对啊，对啊，那很久，那2年啊，你3岁就会了。那谁要给你碗面？妈。哦。妈妈是实验品。妈妈实验品啊，那有玩过别人吗？没有。现在有了是不是？那你看像姐姐这种胡子，可不可以挽掉啊？可以吗？可以。可以。你看。你就拔掉就好了。我的胡子真的很多。冷水拔鸡毛。我的天啊！各国电视台都有来采访你。对。真的吗？对。一开始使用橡皮筋练习，常把姐姐弹哭了。姐姐，你不是说你没有兄弟姐妹吗？表姐是不是啊？我行呀，平时啊那平，你有姐姐吗？是爸爸妈妈亲生。那你没有兄弟姐妹？有嘛，对嘛。好，那么你帮客人碗面的时候，听说你碗的比较不会痛啊？对。为什么？因为我很厉害啊。那如果你不小心把客人弄痛了，你会怎么样？吹一吹，帮他呼一呼，是不是？啊，乖了。你现在假装帮他呼一呼看看。呼一呼吸，中信叔叔，妹妹很不愿意。你怎么在人家耳朵旁边吹气啊？这敏感带是不是？哇，哎，那如果是老阿嬷的话，以后她来碗面，那就哇，那个画面有没有老少配？哎，蛮温馨的。有没有问题想问她 ？Energy Toro 啊？你们知道什么是碗面吗？我知道，碗面应该知道嘛，就大碗的25块。哎，中华特餐那个里面有卤蛋那一种碗面吧？好像是在淡水那种老街啊。绳子帮人家夹、啊，对对对对对对，有问题问他，问他可以问他，可以问他。你都用什么绳子碗面？什么绳子？哦，麻绳、草绳、跳绳，用跳绳，跳绳碗大象，跳绳也太粗了吧？你用什么绳？橡皮筋。好了，问到这里啊，丁文琪，骗子。你除了帮妈妈碗以外，你还有帮谁碗过？客人啊，就是真的有帮客人吗？那一次多少钱？可以拿6万？怎么帮他回答？不是因为他一年只有两个客人、啊、不行，因为收钱都是妈妈，他不知道。对，好，我有碗过，我有碗过面。我问你，那个妹妹，你帮人家弄绳子碗面之前，你有抹什么在人家脸上？哦，粉，什么粉？什么粉？白粉？什么颜色的？
白粉。白粉。小朋友。太贵了。没有，在他单纯的世界里，就是白色的粉。我跟你讲，我讲，我刚讲了。玩一次60000是真的啦，又买粉，走一批货就60000，成本太高了，一天都买，因为主要也不是贵的问题，而是他们风险很高。我看起来好像合理耶，桃子一来一抓到就不得了了，来，小小小小，你在哪里给人家玩面？在哪里帮人家玩的？夜市啊，你是站着还是坐着？站着，他坐着的话，对方可能要躺着啊。不是要趴着。一号陶琪是一位小小碗面师，据说他已经有2年的经验喽，你相信吗？这个呢就是一号的妹妹。啊，这是我们一号了。接着下来欢迎我们第二一位吴伟哲先生哟。欢迎吴伟哲，22岁，台北人。哎呦。嘿嘿。有没有看到我？看到帅哥出来，不得了！来 ，say hello to everybody。大家好，我叫吴伟哲。吴伟哲，哎呦，今年22岁，台北人。他是一个什么？你知道？这讲让人猜88年都猜不到。真的猜不到。他是一个四肢并用的人。怎么样四肢并用？讲出来给我们来宾大家听听看。比如说像我就讲，我第一次发现我会四肢一起运用的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哦，小学怎么样？那个时候因为我很懒，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在吃东西还在看电视，然后就觉得有东西掉下去了。啊，那我就觉得说，我也没有想什么，就一只脚就这样夹着，就拉上来。但是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被脚被剁断的，因为打麻将嘛，夹一张牌过去给对面，真的，他们两个来做暗号，他们他七饼，然后他七条，然后来交换，还用脚碰是不是？脚互相交换啊，干嘛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人家里去赌嘛，变成小朋友。妈妈两个叔叔啊，脚都在那里勾来勾去，就被逮到了。好，那么可用四肢同时写字啊？对，真的。对，因为我记得我小学，我好像国中的时候有看过有什么四肢一起运用的手术，比如说画家，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很了不起，太感动了。你这样子先准备下来是对的。将来可以做。有一部电影不是叫《我的左脚》吗？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只有一只左脚，然后可以做很多的创作。真的吗？哇，哇，这个叫残而不废。对，有没有看到？厉害了。好，我告诉你，如果大家不相信也没关系，等一下如果公布答案之后，他会现场做表演。哎，丁文琪有没有什么想问？我想问你，你可以用脚洗脸吗？对呀，舅舅有吗？他有回答吗？目前还没有办法，因为我筋骨没有那么软，可以直接抬上洗脸。你可以坐在地上用脚洗脸啊，加油！下次试试。加油！谢谢。来，救急不救穷，四肢都很平衡发展，就说手脚可以并用，那一定会跳街舞，对不对？啊，可是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街舞他们是有练，那就是说你手可以做的事，脚大概都可以做到，对不对？大概。吃馄饨有没有困难？吃馄饨为什么有困难？包饺子有没有困难？要看有没有人敢吃了。包出来的谁敢吃？有没有人敢吃？谁要吃啊？就算我混球，我问了一个包饺子的问题。请问搓汤圆可能吗？不一样的吧，搓汤圆的口味是脚，是不是？口味是脚臭味。是太阳味也不敢。那个包装上面还写岗位汤圆。二号吴伟泽，他的手脚异常灵活，还可以同时写字哦，你相信吗？第三一位廖天照先生，有。欢迎廖天照。廖先生你好，你好，感恩哈，感恩哈，感恩。感觉廖先生很正常啊。什么时候出狱？你们好，别过。廖天照先生54岁，台北人。我告诉你们，他是一个艺术家。可以这么说。哪一方面的艺术家 ？Energy， 请猜。啊错，丁文琪的呢？还没打耶！哦，这个就众怒难犯。刺青错。哎呦，我讲了，你看，刚刚就讲说什么时候出狱的，就讲到刺青。丁文琪，
跳钢管。你想越不搭嘎越是，是不是？对啊。但他这一个，他的艺术是很上层哦，是高级的那种艺术，相当不容易的。芭蕾。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现在学了。我们来学至少要10年、20年的功夫，那就芭蕾啊。你手比一个这样，我们看两只手这样。很显然的，我看应该不是。来救急不救急？这个很像会不会是什么品酒师啊？品酒师，哎，就挺厉害，一点点。但是我说他这个技艺，我们至少要学一二十年哦。有啊，真的好的品酒师要很年长。对，因为他学到某一个阶段，就每天都喝醉嘛，所以很难学会。可是酗酒不一样。潇潇，你有什么问问题？好难想哦，是不是那种，站在那边然后假扮诗诗？不要说我对你特别好，雕像那种。中国的宜兴有出了很多这种师傅。疑心，究竟这位男士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原不可貌相本周为您推出漂亮魔女姐妹花。哎呦！哎呦，美女美女，好有良缘，情同姐妹的漂亮魔女党。像我有时候我回家，我放假我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我妈妈都会跑来我房间跟我一起睡，然后我就会说，你自己回你房间去睡好不好？我就真的很急啊，然后她硬要跟我睡。对，她一转过来叫错名字，那才恐怖。志豪，你还不睡？两个人常常一起洗澡。嗯，会吗？你跟妈妈一起洗澡？现在到现在还一起洗吗？对，比较少。现在就比较少了，为什么呢？你嫌弃妈妈吗？长大多少会觉得怪怪的。哦，不要说我对你特别好，雕像。中国的宜兴，我出了很多这种师傅。宜兴，我的什么？宜兴。什么？我上面啊。宜兴是什么 ？Emergence。来，急诊室的春天。宜兴是陶瓷。陶瓷错。那个杯做茶具的。宜兴的茶壶啊。宜兴不是都出什么？所以今天这位是不得了的茶壶的艺术家，掌声为他鼓励一下。我搞不好不一定太厉害，没想到你才来这节目多久，已经有人拿着你的照片了，有没有看到？哇，厉害了，厉害！这是你的影迷，以后不要把偶像的照片拿在手上好吗？因为刚他们两个啊，帮你们拿着。哈它是有一种茶壶哦，大家都会做茶壶，它会做的是不一样的。你的茶壶有什么特色？我这个茶壶啊，我是用石头刻出来的。石头啊，石壶啊，对，用石头刻出来的，而且呢，每一件它都不重复的，单一一件这样。听说你现在已经共35年了，你做了35年了，54岁，你同事17岁那一年就开始做。17就开始做，当然一下子没有做那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17做了35年，你今年几岁？我50多岁了，多大？55岁。你在调查人家什么？对啊，17岁。FBI 啊，做了35年，17+35，52，所以你今年是55岁。总共有1000多件的作品呢，1000多件。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人壶合一了？人壶合一，我觉得你长得都有点像茶壶了。是吗？而且他的作品曾经被蒋孝武先生拿到新加坡当做外交的馈赠的这个赠品。哎，那很神奇。真的吗？当时是什么样子？我在民国72年呢，教育部就帮我办一个全国巡回展。之后呢？
蒋孝武先生呢，就跟我收了三十几件的这个石雕壶。哦，石雕壶。哎，对。然后拿去送人就对了。我不知道。哇，听说你有跟他收钱吗？当然要啊。白送。他艺术家嘛，谁要养家活口？我能活到今天吗？多难买。他问你家朱启欢，我们都没有拿钱的，对吧？有。你拿最多哦。是说没有拿钱，我们也不会来了。大家钱是不存的。哎哎。他听说有人出30万买下他的茶壶。哇。他的茶壶会发出鸟叫的声音。或是虫鸣的声音，为什么呢？你在你壶里面养鸟吗？欸，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是一种制作的技巧。我知道。哦，织壁。因为那种，譬如说水倒出来的力量，它冲上去就会有，譬如说开几个洞，对不对？对，开几个洞就会嘟嘟嘟嘟那种。我们家有水壶烧一烧会有哔哔哔。对对对，就那种。你们家那个是啊？那个不是吧？水壶烧一烧就会哔哔哔哔哔哔哔。喂，有有有有，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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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那个哔哩哔哩的水壶哪里买的？哦，你想买的？想买啦！哎，有买到吗？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像他刚刚说那石头啊，是路边的石头都可以吗？还是要特地挑啊？在材质上非常的严格哦，很严格。哎，因为壶嘛，它要泡茶，它必须要装水。然后呢，他又要装热水啊，哎，那么因此呢，他必须要材质要好，不知道，材质要好，瑕疵要少，瑕疵，那么造型要美，造型要美，还能发出鸟叫虫鸣的声音。鸟叫声呢，其实它是一种在制作上的一种技巧啊，有有，这个刚有讲过，对，好，那织壁有没有问题？那你很爱茶壶嘛，对不对？已经人壶合一了嘛，对不对？啊，当然我有兴趣啊。那你有没有唱过茶壶歌？啊？不是茶壶歌啊，就是我是一只小茶壶，有耳朵，有嘴巴。请坐下。你想一下啦，他的样子，如果在坐壶前还要唱这个歌，三位唱，我们三个都很来敬你敬你。对不起，大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中途之壶啊，原谅那韩国人，对不起。三号廖天照是一位石壶艺术家，而且他从事鸟鸣壶的创作已经有上千件的作品喽，你相信吗？好了，注意了，给你们大概5秒钟的时间，到底三位当中哪一位是假的呢？请选择 ，Go。哎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能从刚才的访谈中察觉出一点蛛丝马迹呢？而这三个人到底谁在说谎呢？大家赶快来猜猜看吧。好的，来急诊室，你们选择是哪一位？2号，为什么？2号觉得2号不诚恳吗？因为我们用那个删除法来决定。对对对，怎么说？就是1号小妹妹就是不太可能会说谎。对，然后3号，3号的那个先生啊，我们本来以为他是做那个刺青或是木雕的，可是看他手又这么细致，然后因为他那个品茶的人一定都脾气很好，所以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都没有表情。对，对对，所以觉得应该是2号。没有表情是因为修行很够，在想家。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他这50几年来第一次离开。好，来，那么文琪，2号，我觉得2号，你也是觉得2号、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太不会说谎。好，对啊，救急，没有说服力。1号厉害了，救急。怎么会觉得妹妹骗人？你，因为他刚才一直转麦克风啊。哦，越转越快，他快把心虚，他快把麦克风拆了啦。心虚，他还有他刚说，他问他说用什么线来碗面，他说橡皮筋。哦，橡皮筋应该是会痛吧？不是很痛。好，小小，你的答案是什么？我选2号。为什么 ？Why？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1号，我看见他有修眉毛，所以我在想他妈妈应该有，他是不是有修眉毛？没有啦，没有修，没有修眉毛。他还是有一点点小。觉得自己长得漂不漂亮？漂亮，好有自信呢。OK 吧？好，漂亮漂亮。反正我觉得2号，你觉得2号最不老实的样子？我也觉得是2号。真的吗？全部只有救济选1号。
就你，你完了，你。我是觉得你有点邪恶哎，就你啦。喂哦哦。来宾猜测的结果，似乎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二号先生，答案会是他吗？我们赶快回棚内看一看就知道了。好的，我们现在倒数五秒钟，一起来决定，到底哪一位是假的？是一号呢，还是二号呢，还是三号呢？五、四、三秒、两秒、一秒，请公布。骗人的请下台。手脚并用，那既然是假的，还是谢谢你为我们节目骗。你是哪一个行业？我学生，在是学书。南墙啊，南墙啊，哦，南墙了，哦哟，厉害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没有什么特别？跟人家聊些什么？怎么突然间讲一个？哦，厉害啊！对啊，没事没事。我们谢谢。好，你绝对没有看过史上首见会发出虫鸣鸟叫的茶壶哦。这个比较尖一点，清脆的。但是真的还蛮大，可是蛮大声的，很像黄雀的。是怕电视机出来，对。不谢谢。好，哦，厉害哦。一号，一号，小美眉是真的。哎，真的耶。对呀，哇，你真的会碗面呐！我们要眼见为凭，好不好？一起来看看小美眉碗面技用。台湾首见，五岁碗面师。今天制作单位带大家来到中立观光夜市，据说会碗面的曹琪小妹妹就在里面替客人碗面哦，我们赶快进去看一看吧。瞧，眼前碗面摊就有一位年仅五岁的小女孩，没错，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曹琪。听说她每天的客人最少有十个人哦，现在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她的手艺如何吧。你看，曹琪小妹妹专业地将发粉涂抹在客人的脸上，他的架势可是一点都不输给大人哦。铺好粉了以后，曹小妹妹就要正式开始碗面了。观众朋友们，你看曹小妹妹工作时的态度可是相当的认真和严谨的哦。从三岁就开始接触这门工作的曹小妹妹，现在的技巧跟手法可是相当老练的，有时候连挑剔的客人都会忍不住赞美他纯熟的手艺哦。听说有许多爱美又怕痛的大人们常常会不辞辛劳大老远专程过来给曹小妹妹碗面，她专业的技巧让许多人一试之后就成了常客了，她就是我们今天全台湾年纪最小的碗面师曹琪。掌声鼓励一下。哎哎，我跟你讲啊，苏伟就来玩一下，碗面是拔除脸上的细毛，所以是很棒。哎，来来，带着你的 Hello Kitty 包，还有工具箱的，工具箱里面还有牛奶糖、巧克力，随时要补充一下体力。还有狗狗，我知道了，他一边碗面，我一边在旁边玩泡泡，跟那个狗狗好梦幻。还有这个啊，你可以制造一下气氛。开始啊，开始碗面，我制造气氛啊，你可以 MTV。哪歌啊？这很像打撞球前要先去弄一下那个什么巧克。对，妹妹你先用这一边脸就好了，好不好？你觉得哥哥长得怎么样？害羞，你看他的表情，不要再逼他。你看他的表情，他已经快哭了。这样要不要6万啊？不用啦，玩一次多少钱？250。250。好，赶快玩面，快点，不要再得罪人了。哎，所以他那个线是缝衣服的那个线。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棉纱线。那个线就可以、啊。没错，没错，用那个线，然后两个线交叉的时候产生的拉力，把脸上的杂毛给去除掉。厉害的来了。哦，还好。哎呦，我错摸了，有没有？好厉害哦。一个民族记忆被、哎、我有点刺激，有点刺激。这个小妹妹才五岁啊，拜托，哎，她就这样玩起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掌声帮她鼓励一下，好不好？哇，曹美
你们。这边哦是奉送的啦，这边不要钱，他要弄另外一边是六万，那真的。我看一下有没有差别、啊。有一边有毛，有哦，对对，毛有被。这个毛整个有没有拉掉？有有。哦，相当不错啊，厉害，小妹妹好棒哦，有没有看到？啊，谢谢。乖，好棒啊。苏伟哥哥跟你谢谢一下啊。你们握握手好了。很有礼貌哦，好，谢谢苏伟、哎，哎呦，我们大师也过来了，哎呦，廖天照大师，茶壶大师，我们这边呢、啊，现场就来看看他的作品哦，当然要，但是各位观众，请远离现场，为什么？破坏一只就是300万，好帅，妹妹后退一点啊、哦，来，好特别哦，来来来，好神奇哦，大自然的感觉，天哪，哎呦，哎。好漂亮，很可爱耶！可是我们想听那个声音，声音是吧？对，好，来，现在大家注意了，现场全部安静，注意听啊！哎，谁放屁？我是听到水打到我身上。哎、欸，不是啦，这让我想起我阿嬷吼，伊年老大人膀胱较无力，伊拢半暝两点外固定起来放尿。听到这只声音很大，而且因为他。每一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只的叫声都不一样。对，不一样。你听，这个比较尖一点，清脆一点。让我们再听一次，这个比较尖一点，清脆一点。还是你那个到时候的感受，我来试试看，我的手感是不错的。啊，这就落屎的，是你们，你把拜托的，你查好告诉我。各位大家好，我是那个石雕廖天照，这边这些作品呢，就是我这30几年来的一些创作。30年前就开始致力于石雕创作的廖老师，作品已经多达1000多件了。而每一件作品都因为内部结构的因素，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哦。现在赶快来听听看吧。现在目前啊，我手拿的这一件，您看看是不是壶呢？它看起来并不像壶，但事实上呢，这个是我的创作的这个风格，也就是我的作品的主要的强调，就是说。要如何去保留自然？除了这些天然造型的石壶之外，廖老师还用石头雕刻了一只比5元硬币还要小的石壶哦。而且它的容量只有2-3滴泪水的容量，是不是相当特别呢？以上就是石壶艺术家廖天照的作品。这个是什么？金是进入最小的。最小的茶壶哦，厉害！我看一下哦，好小哦。我来说明一下哦，这个它是。1.8公分的体积了哦，它容纳1/3片的茶叶，然后泡出2滴眼泪的水量，它的确是可以泡茶的，否则的话就不要叫做茶壶了。哇，巴塞的劳啊！再一次谢谢他们，哇，太精彩了，真的厉害厉害，哎，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真的。再次谢谢我们大师大师，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叫做是人不可貌相。Oh yeah。人不可貌相。哟，厉害了，哎，漂亮的母女档是我们今天主题哟、哦。哎呦，怎么谈到我跟我妈妈了？哎呀，你跟你妈是漂亮母女档吗？我也遇到了我和我妈啦。啊？这个真的是太了。你跟你娘也都长得很接近，还蛮像的。那你妈应该很漂亮。算吧，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而且他每一集都看，你怎么能说他不漂亮？妈，你好美哦！哎，我觉得这个啊，你们当中哪一位长得跟妈妈最像？我吧，哦，脱了我留了妈妈的头发，很难想象哎。我妈就是那种以前国中可能家长会的时候，每个妈妈不是都要来。登记说我是谁的妈妈，别名牌，你我妈就是不用用，真的啊，后妃，妈妈根本就是好像是脱楼男扮女装，就是很像啊。丁文琪的妈妈跟你像不像？还蛮像的，而且妈妈现在在看电视，所以妈妈也很漂亮。啊，就是啊，令堂像吗？
很像，很像啊，就是脸窄窄的。妈妈也留胡子的、啊，而且平头。跟妈妈，跟妈妈很像。哎、欸，你妈应该是很漂亮那一种的。我妈很瘦，她现在已经50几岁了，但是都是还很苗条，而且声音还是声音像小姐一样，20几岁小姐。所以人家每次打电话到我妈接的，然后就说：“哎、欸，你怎么家多了个女人？”啊，原来是妈妈，原来是妈妈。你少在那边现在解释，就是多了一个女人。对嘛，不要误会人。潇潇的妈妈应该很漂亮，是吧？我妈妈全世界最漂亮。啊，那你把我们妈妈放在哪里？是哦，没有人比我妈妈漂亮，在我心目中啊。不是，其实我比较像我爸爸，不过我妈妈听了会很生气。哦。她说不可以说像爸爸。嗯、妈妈怀孕的时候，爸爸人在。没有啦，他只是很不错，就是他说如果人家说就是我说我自己像爸爸，大家会以为爸爸长得还蛮帅的，其实爸爸就是胖胖矮矮的。嗯，讲到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看一看你很像他爸爸。哎，胖矮矮的。哎，自闭的，自闭跟妈妈很像吗？我妈比我漂亮，其实要比我漂亮很容易。应该不难呢、啊。对啊。都知道现在的讲什么，对不对？我知道，我猜到。我们先讲出来，其实不会。很可爱啊。那个西园西地的妈妈，真的很漂亮，很会打扮，气质路线有没有？对。呀，我们叫西园呐、啊。还有八股，哇，西地啊。往前又往后这样，对，很有气质。还有、那个梁咏琪跟她妈妈，俊琪的妈妈好漂亮，对，也是高高瘦瘦的，对对 对, 對。但是今天千万不要被骗了，咱们这个漂亮母女档啊，我告诉你，有些看起来像母女，偏偏是不是哦？有些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是，偏偏她就是哦。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对呢，不是真正的母女，给大家来呈现，看看咱们漂亮母女档传奇。根据遗传学的原理，子女身上的基因及染色体都是来自于父母亲，也因此在脸上、身体上的特征都会跟父母亲有某些程度的相似，所以美丽的母亲通常也会有美丽的女儿哦。而在台湾演艺圈中就不乏漂亮的母女档，最著名的便是 SOS 和徐妈妈，姐妹俩姣好的面容、身材都依稀有着徐妈妈的影子，三人都是十足的美人胚子哦。另外，一起主持节目的曾宝仪母女，两人站在一起就宛如姐妹一般，岁月并没有在宝妈身上留下任何一点的痕迹。还有最近因为清新可人的形象备受注目的美女主播侯佩岑，她的妈妈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影视明星林月云，现在同样是美丽动人，光彩依旧。今天人不可貌相，请来五对漂亮母女档，请观众们猜猜看，哪一组不是真正的母女呢？哎呦，厉害了！赶快欢迎咱们今天的第一对，好，妈妈郑淑慧，还有她的宝贝女儿季怡君，又哇，哎呦，这是不允许的，哎呦，不可能，妈的鬼，妈妈你身材好好哦，哎呦，身材怎么那么好啊？是是是，真的忍不住要喊妈呀，她好像姐姐哦。来，哪一位发言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各位大家好，我是郑淑慧。啊，你是妈妈的？哎呦，好漂亮的妈咪啊！40岁啦，长得很像。哎呦，哎，人家说女人40是一枝花，那是真正的。那么女儿几岁啦？我今年21。啊，40岁二十一，那你从19岁就生她就对了。结婚多久啊？当年是谁叫你们结婚的？就是他咯。我知道。是啊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子。真的吗？真的。女儿21岁，然后结婚已经这个19年左右啊。没有啦，21年啦。哦哦，21年，感情很好哎。然后我麒麟安利给他撒娇啊，我看中华的光哎。啊，来，女儿个性很乖巧，功课又好，然后缺点是太容易相信别人。对。感情有受过骗。应该不是感情上，被朋友骗，对对对，父母都会担心，应该一般女儿小孩儿子有太单纯，对呀、啊，对对 对, 对，糟糕了，那有没有交男朋友，会不会带给你看？当然是会啊，你是。有有两个是情侣的。有有有，你看一出来手都勾得紧紧的，对不对？感情好。你们是那种上厕所会一起去的那一种吗？没有没有。我帮你把门那一种，对不对？对对对。然后还顺便打开，阿奇话别啦，进来。那
你要来讲讲看好了。对对对，你觉得妈妈在镜子前面搔首弄姿的样子很可爱。对啊，她喜欢看，就是买新衣服，然后就在镜子面前。你们弄什么姿势给我看？这样子，稍纵弄姿。我发现你的衣服是比妈妈还朴素。对，妈妈的是比较花俏的。对对对对对，她喜欢买花俏衣服给我穿。我也不懂，妈妈要抓住青春的尾巴，你觉得？拍手拍手啊！两个人感情很好，经常相约出游。这一生当中，这宝贝女儿想要讲一讲，妈妈做过什么事让你最感动？就是我在。高职毕业的时候，然后出了一场很大的车祸，需要那种住院。结果我妈因为那时候还有上班，就在就请假那边每天照顾我，让我很感动。车祸有没有撞到什么地方？撞到头部，昏迷。昏迷。对。哎，我现在很羡慕他们母女这样感情可以这么深厚。对啊，对啊。你看当时昆达受伤的时候。受伤第一天起，我就躺在病床边陪他。宪哥啊，他已经在这里了。你们，谢谢。干脆把它打成一罐奶粉喝掉算了。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今天利用在节目当中。妈妈啊，我真的很爱你。喂，哎呦呦，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对呀、啊。大家今天回到家里面都跟妈妈讲一下说妈妈我爱你。对，有的时候反而对最亲的人最难说出口，其实最应该要。对、啊、好，给大家猜一猜了，就他们两位第一对旁边休息一下，掌声鼓励、哦、马上好，欢迎第二对，欢迎我们孙碧丽女士，还有我们的杨怡婷小姐。欢迎孙碧丽女士。学生吧、欸、哇哎呦，两位好，两位啊，是妈妈，妈妈怎么看的好像是被女儿逼来的，这样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大家好，妈妈孙碧丽，你是在学校当训导主任之类的啊？我也很紧张啊。不要紧张了，看到我有什么好紧张，穿那么漂亮，对不对？搜狗的电梯小姐嘛，穿这一件啊。哎、欸，那个女儿介绍一下，女儿很漂亮哎、欸。对呀、啊，美女哎、欸，真是。对、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大家好，你叫做杨怡婷啊，今年22岁，156公分，43公斤。你觉得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妈妈、哦，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而且很独立，她能够。蛮能独当一面的人，坚强独立。而且有一次啊，你生病的时候挂急诊，妈妈一大早就赶来照顾，那个情况我们要听听看。哎呦、那个时候我在医院住院了，已经挂急诊，然后已经发高烧，都已经没什么，就是昏，有点我不会讲，就昏昏 的。对，然后我妈妈一知道之后，车祸嘛，撞到头部嘛，那是上天。哦，那第一位啊，是的是的。对啊，然后妈妈就。一早他就已经赶来，我就天开始刚亮，奇怪，我妈妈怎么就已经站在我旁边？她已经从高雄赶上来了。哦，你在台北念书？我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对。啊，她从高雄赶上来。而且我觉得，自从我出去外面念书之后，我会发现妈妈真的很，对你来说很重要，很温柔。对，像我有时候我回家，我放假我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我妈妈都会跑到房间跟我一起睡，然后我就会说你。你自己回你房间去睡好不好？我觉得真的很挤啊。然后他硬要跟我睡，妈妈这不对。你他一转过来叫错名字，那才恐怖。志豪，你还不睡？妈妈！会不会女儿在学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吗？有啊，有带回来给你看吗？有。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教育是很开明的，对不对？对啊。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讲一下？我觉得。自从我出去外面念书之后，我才发觉说家里真的很温暖，很温暖。对，然后以前在家都会觉得说妈妈、爸爸都管得很多，然后出去之后就觉得说家里真的很温暖，然后都很想要回家的时候吃到妈妈一手好菜，我觉得以前真的值得。对啊，以前都不懂得珍惜的。妈妈鼻子一直在抽，快要掉眼泪了。那有没有什么女儿做什么比较感动的事？在那个国二的时候，因为他跟弟弟
国二的时候，弟弟。阿英德，我是讲开无台无机的，常常挂一台录音机是要创啥？我带录音机，那没事拿个录音机。恁开录音机是要创啥？这秘密不要你知，秘密不跟你们讲了。哎，嗯，啊，刚那个母亲节的时阵吼，伊就送我一卷的那个录音带，录音带，还是 VCD？ 不是录音带，然后他前面又有那个配乐前奏哦。啊，真的吗？对，那配乐前奏之后吼啊，来带他唱歌，就唱歌。嘿，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当时也是阿伯，阿伯结束了吼。阿伯有配乐，我还想讲，我这囡仔开鬼点子遐济。然后最后 ending 就是妈妈，零用钱可不可以多加一点？没有没有没有。啊、母亲节啊，母亲节，你怎么没有选那个真心换绝情？不管唱情歌，太适合吧？最爱你。再给大家猜一猜，到底他们是不是一对母女呢？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好，两位休息。再来是第三个组，陈千惠女士，还有谢琪佑小姐，佑佑佑，谢琪佑。谢琪佑，哇塞！哎呦，大哥，哎呦，天哪，我啦啦啦！有人刚刚说妈妈很像在玩飞。啊！哎，妈妈要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乐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One, two, three, go！漂亮的女儿最大的愿望会是什么呢？妈妈过去为她吃了很多的苦，你想想看，怀胎十个月，然后最后才能生下来，在生的那一刹那，妈妈吃了多少苦头？他们这一路走来，妈妈一路上都让着她，所以她今天要利用在节目里面，她有一句话想要跟妈妈说，最想跟妈妈说的一句话，开始。是妈，如果你有藏一些私房钱的话，帮我买一个 LV 的包包。再来是第三个组，陈千惠女士，还有谢琪佑小姐，佑佑佑，谢琪佑。贵夫人来了，贵夫人你好。哎呦厉害，哎呦呦呦，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啊。Hello， 你好。Hello。什么叫 say hello？ 怎么叫 hello 呢？谢妈妈。女儿的对吧？嗯，来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谢琪佑，今年20岁，好可爱哦。那么觉得女儿是个活泼外向、很可爱的女孩子，你能形容一下她，真的是这样吗？孝顺吗？这确实的，她哈很孝顺。孝顺。孝顺。因为我这几天感冒了，所以声音怪怪的。真的，声音比较低沉一点，那我不太能适应，知道吗？对对对。妈妈，我觉得妈妈长得很像那个杨丽菁。哎，真的吗？对对对。你打仔的呢？她也有点像那个迪士尼的那个。保家。哦，波卡哈特公主。哦，真的吗？长得像杨丽菁无所谓，长得像胡。胡花大哥吗？狐狸精。觉得自己太少时间陪女儿，对，你都很忙的，因为我都很忙。你都在忙什么？我在工厂上班啊，哦，下午还要去咖啡厅上班，好辛苦哦。对，妈妈还要做两份工啊，你看。对对对。有没有觉得妈妈很伟大？有啊有啊。妈妈的优点是很有责任感，脾气太直了，真的吗？他属于那种街头上会出来跟人家拖啊，不你出来起来拖啥？你的鬼啊！或者他街头就直接拖出来，是不是？赶紧抓嘛回来！正义感比较强一点。正义感，这应该是不可能嘛？不可能啊！对，没有。如果恼羞成怒的话，有可能。有可能。恼羞成怒的话，不可能的。嗯。哎，那边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开辟个人第二现场啊？有人刚刚说妈妈很像在玩 band， 像什么？玩 band， 在玩乐团的，真的，而且是吉他一杯，而且是那种 heavy metal 那，rock， 太夸张了吧？晕的哈，这样甩头会晕。妈妈，要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乐团？你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one two three go。我们自己玩。
妈妈有晃一下。最感动的是，他以前有开过一次刀，开刀的时候，对，怎么刀啊？每一个生病才想到妈妈吗？啊？他是气胸开刀。哎，气胸是很严重的事。对，那妈妈很坚强哎。对呀，要不然。没办法，看到女儿上了那个手术台被全身麻醉的时候，对，那个感觉，因为我不敢进去看，他本来说要开刀的时候要家长进去看，看什么情形开刀，身里面是怎样的，但是我不敢进去，不敢进去，对，因为我会怕，对的，其实，对呀，因为自己的亲人嘛，对，这样子嘿，这样子会觉得说哈。妈妈讲的坚强，其实她眼泪都快流出来。你这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讲一下？你看着她，我们怀疑你们不是。好，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嗯，就是很感谢她，就是说在我开刀的时候，然后每天都来陪着我。我知道一个事情，其实啊，我们家宝贝女儿听说过去来讲，曾经有段时间是非常叛逆的，对不对？哦。这一点要讲出来，你有没有什么话利用今天跟他讲一下？嗯，来，但是他现在已经蛮乖了。他以前那里啊，真的，那个时候哈，他有交一个男朋友，但是那个男朋友哈，志豪嘛，志豪跟多少女人在一起？那那个我也有跟他讲啦，因为你长得那么漂亮，嗯，对不对？再去交的话是蛮多。比他更好的一个男，可是妈妈，我跟你讲，有时候你跟女儿越这样讲，她就越要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对呀、啊、对呀、啊，越反对。但是我跟他讲了，他最后还是听我的话，他有回来。对，志豪已经分开了，彻底分开了。对，因为那是坏孩子是吧？那个孩子不乖是吧？嗯，他住在我们楼下。而且也会每个礼拜六都会跟你们。大家没有缘分啦，没关系，将来再说。他的落实啊，你若不在，对不对？做一样嘛，没？应该是不可能的。对啊，还是好邻居啦。对呀、啊。爸爸妈妈帮你看男朋友比较准的，对不对？像你眼神当中应该感受出来，我对你有特别的一个关爱嘛。对。那也希望丈母娘多多提拔。辛苦了，妈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丈母娘，谢谢。谢谢。哪里哪里。会不会最后我跟他妈妈在一起？喂，别乱来了，爸爸今天有来了，规大拢恰恰都有影。哎呦，你跟台湾上这堆哦，像话吗？好，这个是我们第三队了，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谢谢。都蛮像的，真的蛮像。难猜，这个难猜。很难猜嘛。好了，第四一组了，一起欢迎杨美芳女士，还有万丽琪哟。杨美芳47岁，万丽琪19。哎呦！哇哈哈！有气质。哎呦，美女美女。哎呦，厉害厉害的。哎呦，厉害厉害。好像女儿比较害羞一点。来，是是是是，好，来，那这。叫什么大名？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叫杨美芳。杨美芳，大部分人家叫我弯妈妈。弯妈妈好，谢谢。好漂亮哦，好厉害！你觉得你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嗯，很活泼。很活泼。那长得像爸爸还是长得像你？大家看。像爸爸。像爸爸。像爸爸。嗯、是是是、嗯。两个人常常一起洗澡啊。嗯，会吗？你要跟妈妈一起洗澡？会啊。洗，现在到现在还一起洗吗？对，比较少。现在就比较少了、嗯，为什么呢？你嫌弃妈妈吗？长大多少会觉得怪怪的。哦，脾气不太好哦。哦，这女儿自己讲，你脾气为什么不太好？自己承认，就是想跟妈妈顶嘴啊。顶嘴啊？嗯。怎么顶？就吗？啊，赶快回来吃饭啊！吃什么饭？吃什么饭啊？你做的那个菜能吃吗？你能吃吗？啊、你人好坏啊！你回家自己吃自己。我嘞，我走过的盐巴比你吃过的桥还多。吃饭，将、啊、会吓的桥吧？门儿都没有。将会吓到万妈妈。妈妈就一句话，比如你再讲一句，哎，比如姐姐啊。他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一套外套出去。带什么衣服啊？没看过兄弟啊！原来家里是住女流氓的，对呀。
对，没什么，脾气不要太坏啦。对，你知道你我们顶嘴，其实爸妈都会很难过。很难过。对。但是两个人吵架都是妈妈先让步啊。哇，你这不孝女，你太伟大了，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觉得女儿长大以后总会懂的，还是就放弃了？但是啊，凭良心讲，因为妈妈过去为她吃了很多的苦，你想想看，怀胎十个月，然后最后才能生下来，在生的那一刹那，妈妈吃了多少苦头？他们这一路走来，妈妈一路上都让着她，所以她今天要利用在节目里面，她有一句话想要跟妈妈说，来，最想跟妈妈说的一句话。开始，就是妈，如果你有藏一些私房钱的话，帮我买一个 LV 的包包。我妈妈，东车时，这款的麦克生出来，给生一个能真真假假，好不好？我知道你讲什么，他就会把你当成玛利亚，好不好？像话吗？好了，那讲真的，你觉得这个女儿还有救吗？还是女儿了。你是卡贝仔，你是船员哟。金毛兄一直访问他，一直前天倒。那好，就这样，好吧。这是我们四号了，掌声给他鼓励。谢谢。旁边休息一下啊。伟大的妈妈。讲完麦克风也带走。好，第五一对，欢迎邱慧珍女士，还有咱们的余琼汝。欢迎。43岁，哇，好像哦！最爱偷窥女儿秘密的漂亮妈妈。你为什么偷看妈妈的日记呢？女儿对妈妈的日记不感兴趣，都是妈妈对。可是其实妈妈看的话，你不要说出来。没有，对，偷看妈妈的日记。今天下雨天。瓦斯工人有来，他送来的瓦斯以及我的温暖，家里的热水器。好，第五一对，欢迎邱慧珍女士，还有咱们的余琼汝。欢迎邱慧珍，43岁，余琼汝。哇，好像哦。马克林哦，马克林。你带你妹妹来了不是？这个赛事上是不太可能的。你生下她的时候，当时几公斤？几公斤啊？不是都是公克？对不对？问公斤就是没礼貌了。外行才问几公吨啊？当时生下公吨更大吧？你除了生她，还要生别的出来？3000多公吨，3000公克标准啊，还是那也蛮标准啊。啊，后来长那么高大是爸爸，可能是女儿像爸爸，女儿像爸爸。哦，哎，在你心目中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儿？很贴心，贴心，对，乖巧，贴心又乖巧，但是脾气不太好。哦，脾气不好会吗？你会不好吗？老实说啦，有点暴躁。有点暴躁、欸、你这个 size 跟妈妈一吵架打起来那还得了，妈妈会打你吗？不会不会，妈妈要跳起来才能那种挥到你吧。不是不会，妈妈是不敢。我如果跟她吵架，我是不是喷我口水。喷你口水啊？怎么喷啊？因为她高我矮啊，然后看着她她的喷气。听说他们两位有一次为了一件事情吵架，这是父母亲跟小孩最经常吵架的状况，就是偷看日记。你为什么偷看妈妈的日记呢？女儿对妈妈的日记不感兴趣的，都是妈妈对。可是其实妈妈看的话也不要说出来了。没有，对，偷看妈妈的日记。今天下雨天，瓦斯工人有来，他送来的瓦斯以及我的温暖，一定要知道家里的热水器。没事，没有了。你哪偷画了个日记啦？你哪呢？还是要有我怕他交男朋友，因为他长得一副就是很容易被骗的感觉。妈妈，我跟你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转了一个弯骂女儿是笨瓜。哎呀，被骗过才会。真的，你这样子反而会有反效果，对啊、真的。对呀、啊。阿丽娜偷看日记，里面写什么？比较糟糕的有没有？还问他？有，他就是有一次爱上一个男的。不，应该不算是爱上吧，就是刚欣赏、刚交往了。
那我吓死了，我想说他这个人怎么会去交男朋友？他这种个性，他这种女孩子好像应该不会，男孩子不会喜欢吧？他只要是女的都应该要交男朋友啊！不会喜欢，他很漂亮啊，漂亮，他很有女人味的呢，拜托。因为他太高太高了，像你们这种男孩子会喜欢那种高大的。我，妈妈，你的意思不是说他身高？是宪哥比较矮一点，一般男生发育不错，个子也没有高到哪里，而且我丈母娘在三号，好吧，好吧，好吧，就是 heavy metal 那一位，好吧。我丈母娘搞背的搞清楚哎啊，后来两位大吵一架，他就很生气啊，想要他怎么可以偷看我日记。真的吗？他女儿现在都已经18岁啦，现在有可以交了吗？18岁妈妈说最好都不要交啊，拜托啊，你住中部，你对中台谈禅师噶报名的。谈恋爱是会让人成长的，真的。可以让他尝试看。而且我觉得失恋会让女孩子成熟很多。你喜欢哪一种男生啊？我跟妈妈讲一下，没问题。哪一型的？啊？金城武、刘德华、费翔，没有固定的。费翔啊？费翔啊？没有成熟，不是妈妈喜欢的。我现在是问他，不是问你。直接回答。你连费翔你都供出来了。哦，今天星期六下午阴雨天，瓦斯工人费翔扛了两袋瓦斯进来，两桶啊。好，那么最感动的事情，妈妈太忙，但是宝贝女儿竟然会帮行动不便的奶奶洗澡啊！哇，真的吗？对，好乖巧。对，这你讲，你讲我就感动的呢。欸，就是奶奶年纪比较大嘛，那她大小便会比较不方便，对不对？她有包大人吗？啊，她不用吧。啊，然后她就会第一次碰到啊，不敢啊，然后打电话到公司叫我要回来啊。那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她就把她奶奶弄得很干净，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问她说，那为什么不等妈妈回来？她说，她说我太辛苦了。不要让我做这样子。哎呀，他才18岁啦，这样很听话。那妹妹，你这18年来，你有没有跟妈妈说过我爱你之类的？没有，对不对？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一下？就是想跟妈妈说，我已经长大了，希望她不要。长大了。让她讲吧。希望她不用一直为我的事那么操心啊，很多事我都可以自己做主啊。太感动了，不过今天听他们这样说啊，我们心里面是存在了很多亲情上的温暖的。对，好吧，五组人马来，一起到前面来，还有妈妈来，哎，过来过来。哇，阵容庞大。今天阵容庞大，总共10位在这边，到底哪一组呢？我告诉你们哦，活生生他就不是母女。他只是可能朋友或者不相似的哦，1、2、3、4、5，到底是哪一组呢？给你们5秒钟做回答，开始。好的，是第一组吗？是第二组吗？第三还是第四呢？还是第五组呢？观众朋友们，究竟这5组漂亮母女姐妹花，哪组才是真正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大家赶快来猜猜看吧。好的，来 ，Energy， 你觉得哪一组不是真的父母亲？母女不是母女，拍谁拍谁？是第四组，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话的时候眼神好像没有很交汇到，是吗？对，而且。几乎每一组就是都有一些五官有个特征蛮像的，对，都有一些特征蛮像，只有第四组差真的蛮多的。差啊，就跟你讲长得像爸爸，你会不会觉得制作单位啊都故意这样子？哎、欸、啊，其实我们考虑到第二啦，可是他们就是我们两票两票这样，哦，所以选第四。好，文琪，我也选第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他们感觉很陌生哎、欸，就是不太像是。有牵手啊，陌生是这两位吧？其实他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了，这是8年来。可是宪哥刚刚不是讲说从外观上看得出来吗？然后我觉得其他组真的都是有某些部分长得很像，然后第四组就还好。好，那究竟呢？你的答案？
那你根本人云亦云嘛。没有，因为我看到那个小动作，就是他们魔女都会搂腰什么的嘛。可是四弟四一号他们那后面只有牵到衣角这样，妈妈要牵衣角，可能不他手不好意思牵、啊。真的吗？就这样勾衣角这样拉着而已。厉害了，哎、哦，来笑笑，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确认是第三。笑笑，什么第三组是假的？哦。为什么说我丈母娘是假的呢？啊、你凭什么呢？我觉得，对了，因为我很想我妈妈，我猜我是对的。哦，小小，因为我说你是我丈母娘，那小小吃醋。我看到他危险，因为现在三号不是啊。好，知碧，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也是第四个。哦，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访问阶段每个都很清楚啊，然后就背景什么都很了解，只有第四个但我觉得还是很模糊，所以我还是觉得第四个吧。来宾猜测的结果，大多数都认为四号魔女是假的，答案真的会是他们吗？还是另有其人呢？我们待会儿告诉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的身体健康吗？表情怎么那么我跟你，你可以用这一种的，这一种，这一种。哦哦，里面七。史上超残酷计划，敬请期待。那么我们倒数五秒之后呢？不是母女的就往前一大步了。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请揭晓。恭喜潇潇，你想妈妈所以选错了，这是。对啊。你们是现在刚认识的是吧？嗯。啊，感觉好亲哦。对，因为他看起来很闷的。你叫我来干嘛？对呀、啊、对呀、啊、对、啊。那真正女儿跟你长得像不像？其实蛮像的，是吧？有来吗？啊，真的吗？今天还有来的，一起看看我们四号女儿跟妈妈长得像不像，好不好？好。欢迎四号女儿出场。狸猫换太子。两个。哎呦哈！还双胞胎呀、啊！哎呦，天哪！哎，真的跟妈妈很像哎，这个就是兔子是吗？他这个像吗？真的，哎呦，有，感情好好哦。好欸、女儿好甜哦！你看那生女儿多好，她可爱、哦。对，女儿就是会撒娇。这个像，这个像。鼻子啊，对呀、啊、对呀、啊。笑容啊，都很像。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哎呦呦，来形容一下你的女儿，因为她后面那位是假的，难怪心情不太好的样子。怎么样？妈妈有没有让你们觉得？你来形容一下你妈妈，好吧？来，你妈妈形容一下。我妈妈，她就是很多线啊，所以那么糟糕，让那么多人都猜出来了。哦、有他有一点紧张啊。可我觉得他两个女儿好贴心啊，啊好成熟、哦，很黏妈妈。你看那女儿好像要把妈妈吃下去了。对啊，就很会撒娇。而且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好，这位漂亮妈妈她已经是阿嬷了，我告诉你。啊、你们已经结婚啦？我说阿嬷，你怎么突然间跳起霹雳舞？不是我吓的。已经是阿嬷了。哎呦，鬼啊！怎么会这样？那是谁？是你的？两个都结婚了，两个都结婚了，太漂亮了，很早就被追走了。生几个？女儿几岁了？我生一个女儿，八个月了。哇！吓一跳，我也啊、哦，我生八个女儿一个月了。啊，现在你在哪？今天哪一个女儿八个月？所以说女儿更能体会妈妈的辛苦。生几个？我生一个，也是你现在两个月。啊，在那边。啊灰灰小可爱呀、啊！哎呦，厉害厉害！哎，挥个手，挥个手啊！这么厉害！我记得有很多人跟我讲过，就是自己生小孩生出来的那一刻，就觉得自己的妈妈真的很伟大。这叫什么？那种体验。养儿方知父母恩嘛，哎，对不对？就是爸爸妈妈他们多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利用这机会，要不要跟妈妈讲一下“我爱你”啊，或什么之类的？来。妈，也许你觉得你已经很厌烦我了，但是希望下辈子还是你的女儿。哇，下辈子还是你的女儿。妈妈不要哭啦。哎呦，你留轮到你了，跟妈妈讲一下。我姐是要跟我比感人的就对了。妈妈，如果喂，还没讲。如果有下辈子的话，希望换你当我的女儿，让我来照顾你，宠爱你。哇，心了，我要哭了，快哭了，真的。好感人啊！哎，
潇潇，你们会讲话啦，潇潇，我有话想要说，我跟妈妈讲一下啊。潇潇已经哭了。哎呀，真的吗？眼泪流成这样。他在想妈妈，想妈妈。啊，乖宝贝，没关系。他也是自己来台湾工作，才是真的很想念妈妈。想妈妈，对不对？没有晚上到家里吃火锅嘛啊？到谁家啊？啊，今天就在这么感动的声中啊，我们跟着再次谢谢他们。对，好吧，再次谢谢他们，掌声给他们。马上进入我们下个单元，叫做是99神功。挑战你的机智反应，99神功。规则说明：以大风吹的方式进行，抢到第一者必须在健康步道上跳绳，跳跃的次数必须超过上一位来宾即可过关。啊，真的？但是谁会输呢？就要看你有没有抢到椅子了。一支小雨伞。来，请自己做一个动作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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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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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哼歌魔以上是胸腔，胸腔就是腹腔，腹腔以上是膀胱。糊涂的赵之璧在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成了头号挑战者了。赵之璧，你可要加油哦！好，你要挑战两下，好不好？好，两下很困难哎。你光踩椅子痛不痛啊？还好，因为我体重很轻。他根本没有感觉，一百七。一下，哇！哦，脚不痛吗？真的吗？因为我像蝴蝶一样的轻盈。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轻盈，你我好害怕。承认了吧？恭喜过关！哎，好嘞。哇，一只小雨伞。哎，他鞋还没穿。来来来来来来。加油！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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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能蓝。做阵拿着一支小伞，一支小伞，雨愈大，雨愈大，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来照顾我。虽然上班惊小我拄着风雨吃不惯，坎坷小路又歹行，咱变小心，你甲我。做阵拿着一支小伞，客人一位是吧？要不要靠窗的？真的搞得我们都想家了，真的。谁要再是调皮？蓝能蓝，最近也着。终极！瘦弱的张兆志果然敌不过两大壮汉的包夹，不知道倒霉的他能不能够顺利挑战成功呢？OK， 你可以用这一种的，这一种，这一种，这一种啦，这一种。这也可以啊。可以可以，预备。这样，其实这样站还好。预备，七。看张兆志痛得面部狰狞的模样，他真的有办法继续撑下去吗？这一种。这也可以啊。可以可以，预备。这样，其实这样站还好。预备，七。给你分期付款好了，第二下。来。三下才通过。这我玩过，我上一次一玩撇尿出来，直接刺激到尿道神经。哇哟！哦，舅舅，哎呦，舅舅，男子汉哎！
怎么样？讲一下感觉。现在应该不痛，因为麻了怎么会痛呢？我觉得我的肾不太好。虽然挑战的过程痛得张兆志哇哇叫，不过他坚持到底的精神可是相当令人敬佩的哦。趁他还在穿鞋子，懒能懒，决定也着一支箭。啊，复原好快哦，火如断。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我的。虽然双人加上我，就着风雨这呢大，坎坷小路又歹行，咱着小心。你甲我，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大家伸手好脚，小雨伞。好轮。同家公司吗？不同还能让你让大姐是对的。有大爱，有大爱，好来来，请请请。哇哦，小小年纪的丁文琪竟然如此有风度，让给别人，真是不简单。预备，起。哇，两下，哇，好厉害。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一点点，一点点痛，一点点。好，掌声鼓励。谢谢。太厉害了！你看丁文琪的身体状况似乎相当的健康哦。哇哦，怎么跳都不会痛。早就依照那件事。哎，不要不要不要！一表明。啦啦啦！最顶也着一支小伞，雨愈大，我来过你，你来照顾我。哎，不能回归啊！游戏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下一个究竟会是谁呢？我们赶快来看看倒霉鬼是谁。倒霉的 Toro 不幸被宪哥陷害到了，他有办法顺利挑战成功吗？快来看一看吧。大家有看到我没有作弊的哦，好不好？我心里想已经过去了嘛。来来来来来，五下五下啊，预备，五下哎，七，我有感觉你很痛。一二，哦，哎呦，哦，好，三，好痛哦，我看不下去了。等一下，等一下，哎。你的袜子是咖啡色的，灰色的是鞋子啦，鞋子啦，往三迈进，最后一下，恭喜过关，掌声要鼓励，掌声要鼓励，脸都变红了。扣肉果然很有男子气概，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撑到了最后，真是相当有运动家的风范啊，了不起，赞。好了，最后一位挑战十下，预备。越加越多。十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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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虽然想来家小王，拄着风雨也呢大，坎坷小路又歹行，咱着小心行。你甲我，做阵也着一支小伞。别唱了，别唱了。阿哥唱不唱？喂，你在开你歌唱吗？不是啊，我又没有唱，继续玩。我说，因为我马上要开个人演唱会，让我练一下歌嘛。你还没吹哨子。对呀、啊，见鬼了，真的。其实他们今天所有都已经被惩罚到了。啊、辛苦辛苦，来来，坐坐坐坐坐。他差点就中计了。对嘛？来来，一起到前面来来来来，好，太棒了！今天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我来到。对，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对，希望每一位的唱片都能够大卖，好不好？新书能够大非常的登上大卖大卖畅销的排行榜，好不好？再次谢谢他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回到我们。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一样哦 ，Thank you。等一下。